天黑请闭眼，只等怪兽请睁眼。我是只等怪兽，我睁眼了。请选择你要刀的对象。我要刀矮神呢。啊，我被刀了。只等怪兽请闭眼，奥特之母请睁眼。我是奥特之母，我睁眼了。请选择你要查验人的身份。我看小卖部老板的身份像只等怪兽，我要查验他的身份。他的身份是平民。平民。奥特之母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昨天晚上二婶子被刀了。啊，刚开始咱妈都被刀了，谁一定给你找出怪兽啊。对对对，不然的话晚上还会有人被刀了。那会是谁把俺妈给刀了？我觉得应该是你干的。啊，我为啥会刀俺妈呀？因为你是只等怪兽，如果你刀恁妈的话，别人就不会怀疑你。我感觉小卖部老板分析的有道理，我也投小静。啊，不是我，你为啥都投我呀？我是平民，我觉得是胖丫刀了俺妈，我投胖丫。呀，小静，你咋投我？那我也投你。这样的话，俺妹妹三票，胖丫一票。妹妹，要不然我还投你吧。你咋也投我呀？我现在没有死了，反正你都要淘汰了。哎，我等一下再捋一捋吧。哎呀，都不是我，反正那头我你会后悔嘞。小晴的票数最多，小晴被淘汰，她的身份是平民。俺妹妹的身份是平民，看来今天晚上又要有人被刀了。游戏继续，天黑请闭眼，只等怪兽请睁眼。我是只等怪兽，我要睁眼了。请问今天晚上你要刀谁？我要刀超市老板给欢欢，只能选一个呀，那我就刀超市老板吧。谁刀了我？只等怪兽请闭眼，奥特之母请睁眼。我是奥特之母，我睁眼了。请问你要查验谁的身份？我怀疑欢欢的身份是只等怪兽，我要查验欢欢的身份。欢欢的身份是奥特之王。啊，欢欢的身份是奥特之王啊。只等怪兽如果到奥特之王的话，奥特之王就会变身打败只等怪兽。哇，欢欢好厉害呀。奥特之母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昨天晚上超市老板被刀了。小卖部老板咋能被刀了？我怀疑东东是只等怪兽。你瞎说，我也不是只等怪兽嘞。现在场上只剩下你们三个，请投票。我投胖丫，怀疑胖丫是只等怪兽。我不是只等怪兽，我觉得胖丫是只等怪兽。胖丫，你投我干啥呀？我是奥特之母。你是奥特之母，我也是奥特之王嘞。这里边既然有奥特之王了，就不可能有奥特之母了呀。哎呀，你就是奥特之王呀。哎呀，不管了，为了赢，我投东东。那咋平票了？本轮平局，游戏继续。天黑请闭眼，只等怪兽请睁眼。我睁眼了。请问今天晚上你要刀谁？我要刀胖丫，胖丫是奥特之母。哎呀，谁刀我了？只等怪兽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昨天晚上胖丫被刀了，他的身份是奥特之母。啊，还真有奥特之母嘞。那指定晚上就是东东了。嘿，欢欢，你现在发现完了吧？今天晚上我再把你刀了，我就赢了。哎呀，早知道上一局不投胖丫了，咋有我的指纹哎？天黑请闭眼，指定怪兽请睁眼。嘿，刀了欢欢，我就赢了，我要刀欢欢。刀我？你的身份是奥特之王，请问你要选择使用变身器吗？要使用。啊，变身器啥玩意儿？他会变身奥特之王，打败一个指定怪兽。啊？可是这个变身器咋用的？我不知道呀。小伙伴在评论区发送111，你就可以变身。如果发送222的话，你就变不了身。小伙伴们，给你发送111，让我变身。发送222，阻止花花变身。